当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三明治就做好了。我先吃喽，感觉像是我在吃饼干啊。Where you get all this wheat from? Nothing about that looks straight. 难得今天的天气还挺好的，所以我准备简单的化一个妆，然后去个咖啡店。我还是觉得像这种比较适合不怎么经常会去化妆的人，就是用完一个可以扔一个，比较的干净一些。今天用的是这个色号，其实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偏白了。